嚟嘅私人头，打到你游戏冇得头；打嚟嘅小型狗，打到你无系为棘走；打嚟嘅私人头，打到你游戏冇得头；打嚟嘅小型狗，打到你无系为棘走。香港有一个习俗叫打小人，源自于广东，人们相信可以透过这个仪式来驱除霉运，让小人退散。这一集一起和我们去打小人。各位乘客，现在班机由台北飞往香港。收看今日外出中，小蛋姐姐，节目开始之前，别忘了帮我们的影片按赞跟订阅哦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沈佳宜，那每个人的心中也都会有一个小人。晨晨，你心目中的小人是谁？说出来给大家听。我想问，你们的小人是谁？每个人心中一定都会有个小人，就是他会一直冲扛你，在背后放你冷箭。那香港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叫做打小人，打哪个小人头啦。yes, 那我们已经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叫做鹅颈桥。那他们所有打小人的地方都在这个桥下。据说因为这个桥的风水，让打小人可以特别的灵验，所以才聚集在这里来体验一下他们的香港习俗打小人。Yeah. 你们是学生是吗？没有，上班了。过来坐了。对，会发给你一张纸，就是说这个是招财进宝。我们就是打走身边小人嘛，就戴帽子的是男小人，塌头发的就是女小人。就是说你什么不顺利啊，就打了那个小人，就接着财运走。招财进宝的一定要写自己的名字，还可以写心愿。你想实现什么心愿都写在上面，都写在上面。财神爷这个都不能写，这里面呢帮你排解灵符，对，把你身上不好的都抹走，打完背就 OK。 我是红姑，大家要来找红姑哦。你们是台湾人是吗？对，台湾人。打小人仪式开始，先准备一颗虔诚的心，首先先在财神爷的纸上写上自己的名字、农历生日和自己的心愿，接着在小人纸上写上四句话。小人忌非小人啊，不对，不是这个字，我写错了，是不是的是？但我写错字可以涂掉，不好意思，阿赤中文不好。同行小人忌非小人，生的男的都是这样子。那你们打小人呢，一定要对蜡烛、七香、三支香。为什么要三支香？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天地，天地，人和，哦，天地人。啊，打小人呢？点了香，还有什么工具呢？还有穿过的鞋，不要的、扔掉的捡回来，弄长了就好打一点。穿过的鞋，穿过的鞋，穿过的鞋子不是村姑的鞋，不是穿过的。打小人切记不要选择孕妇作为打小人的对象，因为会伤胎气，其实是造孽。自己怀孕也不能打小人，打小人不应指名道姓，否则也是造孽哦。好，先点香。三炷香，把小人就是到走习俗。好，现在阿智手拿三炷香。对，我的名字。什么？不是，这是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名字。YouTube 啊。对。这样的。求。好。祝你们工作顺顺利利，生意兴隆，风调雨顺。现在阿智在许下心愿，拿着香，虔诚的祈拜菩萨可以实现愿望。个私人头，打到你游戏冇得头；打嚟个小型狗，打到你无系为棘走。表姐，表姐，这个女的好难。老板说这个女的好难打。红姑卖力的帮我们打着。哇，真的很烂。然后把打烂的碎子都捡起来，在这里把小人包起来。对，动手了。把这个小人收走了。哇，直接烧，很彻底的歼灭他。把小人收走了。好。
接着红姑拿出白解灵符在我们身上挥舞，解除我们身上的厄运和小人。把白解灵符点燃后，只见红姑口中念念有词的在我们头上挥舞着，我们心中则是向菩萨祈求着我们的愿望，和希望小人能够退散，远离我们。接财，接财，心愿，你想求什么？红姑好专业啊！谢谢红姑。财运不好，打逼，顺风顺水都把它收好，放在口袋里面，放在口袋里去也可以，知道吗？让菩萨给你打到圣杯，送你。用一点米，小人送走，不好的全部送走。哇，就把米撒出去，小人就送走了。你听心声了，啊，恭喜发财！哇，圣杯！耶，谢谢红姑。哇，第一次杯就圣杯，真的圣杯，谢谢菩萨，发财，事事顺利，看一下嘛。真的圣杯耶，好感动，谢谢红姑哎。恭喜！谢谢。好，一二三，来香港打小人，再一次，来香港打小人，找红姑，一定要收看《明月外出中》台湾频道。没错，耶！谢谢，谢谢红姑，谢谢，祝你生意兴隆，打得侬铜皮雪藏啊！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